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，他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，他们两个为什么要牵手，电影之中定。喂，马小雨吗？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，你可不可以过来一下？在医院了。你叫我什么事？你笑我？我咋说呀？你是心理还是什么？我是什么呀？你个贱人！谁杀我了？他都已经死了，怎么可能啊？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是不是一直想？好久没有看到你了。
施主，我看你经常发黑。你才发黑的，别忙。29段枪，我的法号叫关。施主，我看你经常发黑，两眼无神，唇焦舌裂，定有冤魂之声缠身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故意杀他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张符，你回去贴在墙上，来，地符来。一定要将它贴在墙上，写的是并保冤魂必散。你每天早上醒来，只要大声默读三遍“我爱科学”，并保冤魂必散。我一定照做，回去一定照做。好，大师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还没停。收工，收工，收工！哈哈哈，冤魂已散，苏大又恢复安宁了。